子这点线索嘛，急也没有用啊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你懂什么你啊？你就知道拍拍拍。我们这破案你知道吗，小姐？出去！吵什么吵？你给我坐下！给女孩传你本事大了，你还坐坐坐坐坐，哪儿别去，这儿待着。刘正南死，林难失踪了啊！肖队就教我们这件事儿。我知道是我公子迟迟，行了吧？我知道我出马了，行了吧？肖队回来，我跟自由解释，大不了我他不干了，我还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你摔什么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要不我走了。没事，你去爷那儿看看他那边情况。啊，进来。同事，报告局长，宝龙公司聘用新一任总经理，姓张。柳叔在哪住？拐弯，上楼梯，走马远了。谢谢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是强子吧？哎，柳叔在家吧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？哦，我跟你六叔啊，老朋友了。哎，他住哪儿啊？哦，你们走错了，应该往那边过麻将馆就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
谁呀、啊？怎么了？没有搞定 ？S 人。
就放心了。来，请坐。不错了，我知道公司里还有很多事儿，我来呀、主要是跟你说两件事情。你有什么吩咐，打个电话来就可以了，还劳您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这小丫头，如今也独当一面了啊。这第一件事儿呢，就是公司里的卧底。据我所知啊，原谅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是我当时只顾着查红村仓库，没有给你行动的决定权，这事怎么能怨你呢？还有，你没有时间请示就采取行动，这是正确的，耽误了时间也不能怪你啊。可这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别争了。我这次来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，主要是要听一听案子侦破的进展情况。现在啊，是到了案件侦破的关键时刻，你们务必要提高警惕。况且，整个司命岛的人都在等着你。是。
经理钱世红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了，他的职务啊由我来代替。斌哥，斌哥，斌哥，我真的不骗你，我真的没回来。我说瞎话的，愿意跟你们见面，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？我不会说瞎话的，你这我怎么能说瞎话呢？干什么？其他的我呢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，散会吧。这秀珠，哎，我先做事去了。好。少爷姐，请留一下，我有事要和你单独谈的。死了个小的，来了个老的，我看这事啊绝不是换换经理这么简单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。程处长。
刚刚收到海盛大酒店报案，有位客人正在携带百元新版人民币大吃大喝，我们要不过去看看？顶风作案，胆子倒是不小。人手不够，我去吧。沙小姐，我知道你。谢谢，您知道我什么？世宏还在的时候，他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呀。那是承蒙钱总错爱。他说你很有能力，很能干。我希望你呀，特别的帮我一把。我一定尽力。好。现在公司处在危难的时刻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需要你，一定要你去办。这是钱，这是人民币，可他们说是假的，你说是假的吗？拿出去。等等等，在里面。他们让你去办油的事儿，李律师有什么可嘱咐我的吗？现在用什么名义出关都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让你去办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，我真的不懂。除非你真的用原油保管，那就意味着公司有欺诈国家的行为。所以这是一次很危险的工作，我有可能有去无回。江少雷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少雷，我家家，行啊，我住这儿啊。
啊，好，出门了，好久没回来啊。好久没回来了。哎，我没办法。没有，卖了，卖完抽了，真没有，不骗你。走，走，真没，这卖。你附近有没有谁打电话的？有，出门门口小店就有公共电话。那边是吧？哎，对。站好。你走。哎。哎，能借我100块钱吗？买烟抽。暗中偷换了货物。再说了，这是国家严禁的走私原因。
别乱动。听他的话，别乱动。江少薇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肖雷，跟我回去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会帮助你。不可能，你们只会移交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。再说你们的人已经答应我了，给我三天时间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别耍花样，把手举起来。废弃的营房，哎，怎么样？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钱送中的多，跟林兆弟的一样。这事肖队已经想到了，看来这就是保龙公司做的。那对了，你看你这儿毒素化验分析怎么样？出来了，这种毒素叫氰化二甲酮，它只在当时前苏联等几个少数东欧国家合成过，用于当时的克格勃暗杀活动。现在已经很少人使用了，看来这伙人受过专业训练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嗯，困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。行了，那二位警花一定要小心啊！我这拿这个报告单去汇报去了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已经有14个小时没有联系了。他被公司派到码头去了，因为公司走私的货物被武警扣押了。武警？看来这是熊叔玩的把戏。那如果是假的，我们得赶快派人去营救。看来邵静然凶多吉少。不行。这样就等于告诉对手，邵金然是我们的人。他们把他压在哪儿？一个废弃的营房。
你将会被判刑5到10年，你知道吗？好好想想吧。好，这些法律上的事务我都不太懂，你可以找我们公司的李律师去谈。吓唬我一个小姑娘干什么？钱世红可以为我作证，他不是死了吗？那你也应该去问一下我的新老板熊叔，是他派我来处理3号仓库的事务。我是去年驻扎这里的官兵，这次来为老营地植树报恩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海关缉私科的，在这儿突审一个犯人。有证件吗？我需要核实一下。有问题吗？这是军事禁地，我要向上级汇报。不客气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在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，甚至比你还一无所有。可是，1688，1688，情况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已经解决完毕，已经解决完毕，不够强。继续进攻。是。不够强。不够强。如果你要能强过身边所有的人，那么任何事情就都不能阻挡你，包括你喜欢的男人也会乖乖地跪在你的拳下。不过到那个时候呢，那些男人又算什么呢？我们女人也是，没有他们，我们一样会过得更好。送葬的，嗯，行，我在这儿。哎，文文，那你赶紧走吧，赶紧回去吧。干嘛要我走啊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这么小跟着我真的挺危险的。不是说好我们是搭档的吗？我不走。不是，你这。哎，文文，有些事儿。什么事？只要不带我走。不好意思，你认识保龙公司吗？
样子啊？哎，我现在急着见一个人，有点事儿。你警察？哎，对对对。我不去。那我就只有自己去了。啊，我那还是我去吧。是吧？我觉得也是你去，去吧，快去，快去，好吧，好，那在楼下啊，在楼下。啊，楼上接着。